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IOTE 2023，我是来自 iData 产品管理部的苏玉丽。今天将由我为大家介绍 iData 的智能终端产品。智能终端一直以来都是 iData 的传统优势产品。目前 iData 智能终端包括通用型键盘系列、通用型全屏系列、高性能系列、冷链系列、医疗系列、平板系列等六大系列。 iData 的智能终端产品阵列可以完全覆盖零售、物流、制造、医疗等各行各业不同的应用场景，帮助各行各业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上面实现效率提升，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。今年有两个词很火，一个是中国制造，一个是全球化。说到中国制造，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国产化。在国产化创新上， iData 今年首次联合紫光展锐，共同发布了业内首款有从国产芯片打造的高性能智能终端 T2 从国产平台版，超20万的跑分加上 TE 高安全等级认证方案，给您带来更加安全高效的作业体验。而在全球化浪潮中， iData 智能终端将加快向海外拓展，更多的 iData 智能终端会拥有谷歌界面次认证、安卓企业推荐认证、 i 系列工具软件等，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企业的多元化需求。并且我们设立了更多的海外服务网点，更多的售前售后支持，让全球更多的客户都能够享受到来自中国品牌的强大竞争优势，立足中国服务全球。 iData 的智能终端产品对内深耕国产化，对外助力服务全球更多工作者，让全球工作者通过 iData 连接数字世界。